好了，你拿起来，我要有卡了，谢谢。是啊，为什么不能？他那不是扫到了吗？哇塞！啊，然后怎么回去啊？还要33秒。再结束交易。又要结束交易哦，等一下他就那个时间就加一份，加15元。那你要干嘛？我就给你讲。那你要怎么样？我要悠游卡啊。那你直接刷看看。什么鬼？快一点！请输入车牌，请点选车辆照片。我这个问号。选择缴费方式信用卡优，请感应悠游卡。去旁边请输入。请扫描载具条码。魔法师。载具啊。可以扫是不是？好了。哇。可以了。竟然可以。可以的吧。